上期视频我们把小姐姐的车给炸坏了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修一个安全气囊要多少钱。走，我们出发。嗯，出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很有必要再跟你普及。光着小姐姐这样开车有什么危害吗？你看他第一步安全带也没有系，然后这个方向离这个人开得很近，万一我们的车辆发生碰撞，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弹到他身上，这样是对人有很大的危害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关注我，马上给大家实践一下。你看是不是很危险？首先我们第一步上车之后，先把方向调到合适的距离，然后把座椅也调到自己合适的距离，双手这样可以撑直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二步把安全带系起来，刚才安全气囊弹出来强大的威力大家也看到了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方向盘上安装衬合花销的装饰，还有就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，因为安全带跟安全气囊结合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。好，接下来大家关注我，我是小五，每期都会给大家分享实用的驾驶技巧和安全知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